我们中国京剧院的首任院长就是著名的梅派大师梅兰芳先生。今天我们有幸的请到了北京京剧院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梅葆玖老师。今天梅葆玖老师为您献上的是梅派名剧《穆桂英挂帅》选段。